小玉正是适才不闻签写之时，你是楚名正氏，何解又忽然姓霍，像是一派胡言。前门霍王女创伤剑后，你逼得改错，无成者原来如此。是你小玉，当日你如何认识十郎啊？啊，爱恨纯是有天定，他十差人生乱过貌，恨爱穷过我何也恨定，草草不须问。来探我对梦了数言，贵妇家要问定，既是郎情妾意，一见倾心，因何又轻于别离呢？啊，李十郎归来，又住在哪里呢？
西夏，两者相隔何止三千里，当日如何能够认识呢？这就是有缘千里能相会。今日你居圣贤坊，他居太尉府，两者相隔不过一条街，他又沿河府来见你呀、啊？怪不得话朱寻连落叶，哪有落叶识朱寻欺啦？哇！笑玉，你如许痴情，老谋失事竟无可擎。现有黄金一定相赠于你，你今夜归去，高烧银烛，捞谋自会替你万座安下。圣叶方良缘都已是今非昔比啦，一至十六去后都已是兰兰无花琵琶绝响，试问又哪堪负荷？区区之数，劝且收下。老谋今夜造访良缘，无非欲写一部纸钗慰恨。虽云是黯淡歌台，正好恩情促情啊！收拾纸钗慰恨，收拾、哎。小姐唔收，不如等我收咗佢啦。呢位壮士。梁远虽无言管之识，仍有不墨可用嘅。呢位壮士既如此豪情雅兴，又何妨剪烛谈风月，煮酒说故明？好说了，小姐，我哋翻去啦，告辞。请壮士留下尊姓大名，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。小玉，古人出门赠百万。上下不通明，世上无名客，才是天下有心人。云安出身啊，告辞。Thank you.
世间竟有这痴心女子，偏偏遇上薄幸男儿，听之都令人可怒。啊哈！游记适才法师言道，那李十郎行将到来想换牡丹，压何不趁此时机，将那负心人拉呀拉拉，拉到梁园，一为那伤心病苦，欺负时巧，就是这个朱圈。